去啦，当倒去啦。阿嫂，你在找啥？咩找甲紧张？我咧找我的提款卡啦，唔知走去倒去，若是碰见吼，我就害啊啦。提款卡，嫂子的提款卡不见了，你快点去把它找出来。好，我知道。阿嫂，我知影咱在倒啊。你知哦？你甲手村的放一趟来，恁倒快。放一趟。今朝你家的离婚啊，多谢你哈。啊，你是有看我落落去啊？您走嘛，今日就坐车回客户啊，一直灌头家烧酒啦，头家啉到吐啊，伊搁你啊灌灌啊，头家爬袂起。哎呦，哪会安尼啦？后摆伊搁拗客吼，卖甲伊做生理啦。哎呀，哎，若毋是为了这间厝吼，我敢有需要才拼命的吼。好啦好啦，你卖搁讲啊，我扶你来休困啦吼。哎。哎呦。什么？竟然有这种事情，太过分！阿兄，你无感觉你安尼做伤超过啊？你明明就是带小姐去宾馆去，搁敢骗阿嫂？迄个小姐叫娜娜，今年才二十岁，对不？哈，你安怎知影？我当作死啊！我乖到天，恁这晚今仔也无驾驶，我电话叫三个你落去宾馆下。以后有这种事情，一定要告诉我，听到没有？你来遐哦，实在足无良心的啦！竟然跟你找查某，安尼敢嫁会去外省？啊，是讲丽云啊，你也知影这件代志？哎，我感觉你最近敢那什么代志拢知影，你算命算得较准的。哎呦，阿娇啊，听讲前几工恁翁去找查某，敢有你抓到？咱卖啥物？为了顶个算命的代志哦，我甲伊冤过啦，咱就走。哎，你着较小心的哦，万不幸恁翁来去外口，念着什么垃圾味倒来给你哦，你着买头毛目屎哦。你嘴这么毒，唔惊以后有报应？你讲的什么话？我是好心的，为什么会有报应？报应无报应，以后就知影啦。阿嫂，咱行。哼。起咩吼？我老妈嘛免搁去洗烟斗，搁去用放杀啦。喂，你这个人讲话较差不多啊！阿祖，我都陪妹妹讲了，你一个大嫂，一个小姑，做咩是和查甫人骗的啦？你怎么今日在遐？阿嫂，你免介吵。啊，不过你放心，但是我会处理。咱行，行啦。嘿啦，较早等你告安的啦，无怎么像你小姑同款用放杀啦？哎呦，你放手啦！我今日一定要甲拼一个输赢啦。阿嫂，你莫冲动啦，我主人没放手。你听到没有？我要他马上受到报应，再也不能开口说。快去，快去！哎，丽云啊，你今麦在甲相公会啊？无啦，无啦。真正老的害啊吼！啊！看你后摆
看到丽云浮在嘴角诡异的笑，阿娇不但没有报复后的快感，反倒是吓坏了。她不敢相信丽云随口说了几句话居然就马上应验，而且似乎一切都在丽云的算计中。再想起先前接二连三所发生的怪事，更让她不禁恐惧起来。难道丽云真的会使害人的妖术？阿娇于是将最近所发生的奇特事件一一说给东明听，而东明在听完之后也觉得事情十分怪异，两人越说越觉得事有蹊跷，难道丽云真有什么神通不成？而且丽云整天关在房间里又到底在做些什么呢？几番商量后，两人决定在晚上前往丽云的房间一探究竟。去庙求一道符啊，吼，都还好通在位啊，妖魔鬼怪啦哈。是谁啊？阿兄、阿嫂，我菜煮好啊，恁紧出来吃。阮吼袂枵啦，你吃就好啦吼。系啦系啦，我菜煮够济，恁紧出来吃啦。啊，若无吼，要生气哦。好啦，我连面出来都死啦！我袂记啦，小明死，叫我。刘娜，你搁有朋友要来吼？那我那加一份我弟啊。厝内有人来吃了，我阿嫂，你嘛同款，我唔敢啦，你都快死掉了，德霞。一闪而逝的小鬼让阿娇吓得肝胆俱裂，自此阿娇更如惊弓之鸟一般，别说接近丽云，单单要她在这间鬼影重重的房子里生活，阿娇根本受不了。
她悄悄地收拾行李，打算回娘家去住。可是东明并不同意。日子就在夫妻的争执中一天天过去。后来丽云似乎了解了他们的心意，有一天不告而别，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